Eric 屎，哎，就这个，一个开头就感觉这个人不太正常啊！咱先把这个画面拉大一点啊，就是让你们有一个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小子，五官都嗨到模糊啊！我音量调大点，好，来啊，准备，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有多么的刺激。七个一名叫摩登兄弟刘玉宁，唱歌拍戏直播都行，爱好是熬老鹰，长得帅气还有两臂，英语上网课的水平，擅长踢毽子跳皮筋儿，跳舞人不太平，普通话很好，调整口红色号加油，反正你是最赚不会花掉，刷营销号商业价值挺高，抬一点就最屌，不要在那搞笑，真是不对，你啥几格，你啥几格，我想问问你是年轻人吗？这个世界还有一个东西叫充电宝，有东西叫充电器，你有嘴啊，你有个充网电都挺住，我一坐在电脑前嘎嘎嘎给你讲了快四个点的一个人，我都没说了，你说你挺会住了，你干好了，你不出什么了，你躺在床上吃零食包，你说你吃零食？在拍戏的累满上，还要把台词背，每天翻盘几个鹏飞，没有直播还被催。一米一三的大长腿，逛街买衣服都好贵，吃喝丹东的大草莓，今天把谁怼一怼？为了拍法拉利多唱过 SD 好衣服一光戏组团做热巴集，上两台一遭遇网络暴力得有一百千米，偶尔来点油腻造法务疯了，踢下去差不多得了，没必要，你是缺心眼吧，你是有病，妈呀，谢谢你了，闹事我就怼你，把我笑脸了，你干好吧，瓶盖扔你脸上，我想给你个大脾气了。死孩子！死孩子！我跟你们干啥？我就这边演，你们困不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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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困啊！困不熬的停止，我没下播，你困不困？熬住！很多新的朋友今天还看我直播的啊，刘宇宁的直播就是虽然很无聊，但是莫名其妙就能让人看得下去。当时我看完这句话无聊才能看得下去，我就在分析，我说为什么呢，最后得现实当中没有人跟你说话，你就说明你没有朋友，没有人听你倾诉，也是正经人啊，正经人，对对，一键三连，关注我的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二。小红书。